再次与你相见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段旭明，旭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最想去哪个国家玩呢？当然对我来讲就是美国的 LA，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里的气候，然后在那里有很多很棒的风景，就是太平洋的海岸线。那我很喜欢从那条海岸线开车，我曾经最长的记录是开了18个小时，所以跟大家推荐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去